力，我们要为这万里来向神的呼求。好，我们在今晚上的聚会开始之前，我们继续带着更多的心在神的面前。我们让圣灵在今晚上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。可能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，但是我相信圣灵在今晚上来服侍你，圣灵在今晚上来对你说话。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他，让圣灵在这时刻来服侍我们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唯有他是本名被我们敬拜的神。让我们继续的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。神在今晚上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可能你第一次在我们当中，他是否鼓励你，当你开口呼求耶稣的时候，这位配得我们敬拜，这位配得我们赞美的神，他的平安就在我们当中。我需要是
下你的时候，最为权力伟大的神就在我们当中。
神圣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有那独特宝贵的生命，你叫我们是金柱的祭司，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。哦，我们何等渴慕，如此要来聆听你的话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的生命。你的话语使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，也外使我们更加的被更新得赐福的感恩，因为你的话语一释放出来就带领人，所以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，在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话，好不好？跟我这样来做一个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我要敞开我的心，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，明白你的话，让我明白了，我要相信你的话，我要去行出你的话，因为你告诉我，我在行的事上必然得福，我要成为蒙福的儿女。感谢你，爱我的天父，在今天，我要谦卑受教，领受你的话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请说。